上手了。近距离的看一下啊，真香，牛骨髓来了。一会儿再收收球。哎呦我去！来喽，这盘五花肉全部吃掉，吃不完不要双击啊，我妈给我切的，我妈这横着怕我吃不饱。好大片子，真厚啊。拧住了。顺嘴淌油。你给我切了二斤肉，我妈呀！
这个是辣酱乱炖猪脑花。哎呀，多少沾点椰香。丢手艺了。谁知道猪脑花咋能炖了之后不散花子，不小心炖散花子，但是很香。好久不见，鲍鱼螺也叫老婆讲。加把这个黄巨大。妈，老长时间不吃，好像有点不会吃了。我盘子里的是一盒啊，还是雅涵家的，每盒320克，99发3盒。吃老婆脚就是他家的，半年没有货了，终于来了，给我整的我都不会吃了，薅出来，他这个没有啥扔在地上，这就是一盒了，老香了。我在市场买过这种鲍鱼螺。在淘宝上，在某宝上也买过，不是很小，基本能比这个个头还小，而且是生的，咱这是熟的。这个皮就很轻，久违的羊土豆，这回保证绝对熟透了，你们啊、哦！这回再不熟，这一下辈不吃了。八个皮儿，里边不吃这须。这玩意儿烀熟之后可香了，土豆皮儿。完活，久违的热门神器，河南大灌肠。里边是这种的。
妈呀，几乎吃没了，都没到一分钟呢，这还嘴太壮了。